有开心麻花这块金字招牌在西红柿首富未过鲜活，受到了不少小伙伴的期待。这部电影已经上映有一段时间了，相信不少小伙伴都已经去电影院看过了吧。这部电影延续了开心麻花夏洛特烦恼的搞笑风格，虽然在演员上更换了原本的沈腾马丽的神马组合，但是不得不说这部作品仍然是笑点不断卖点不断的。这部电影讲述了业余足球运动员王多鱼的故事，他被足球队开除，没想到却意外地得到了一笔财产的继承权。不过想要完全继承这笔财产是有条件的，那就是在一个月花光10亿元，而且是要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花光，并且要花在自己的身上。为了花光这么一大笔的钱，王多鱼也是用尽了心思，花巨资租下大城堡，花巨资和甲级球队比赛，为心爱的女生请王力宏来开演唱会，开公司故意赔钱，支持身边的人花钱完成梦想，甚至不惜做亏本的保险生意，只为将这笔巨资给花光。然而事与愿违，因为一些偶然的因素，王多鱼在花钱的同时也在赚钱，这可就让他十分的烦恼了。电影一看完，不少网友就开始热议了，说王多鱼完全是被贫穷限制了想象力，因为要一个月花光10亿完全不是问题。下面网友们还给王多鱼想好了法子，这三种方法，一个月花光10亿完全不是事儿。第一种，玩游戏。众所周知，玩游戏是很费钱的，而且现在的游戏可比咱们以前的游戏费钱多了。以前可能只是充充点券就可以了，但是现在动不动就要买衣服、买装备、做造型的，一天消耗个几十上百万根本不是问题。这么多款游戏，每个游戏每个区注册各账号，害怕花不光10亿。第二种，玩直播。知道现在的主播为啥都是年入上千万甚至更高的职业部，那不都是看直播的人给供起来的，所以想花钱就玩直播吧，看哪个主播顺眼你就送点东西，别说10亿，再多点你都花得光。而且这种方法还可以直接在家里躺着花钱，完全不费劲。第三种，开演唱会。花不出去钱开演唱会呗，你王多鱼又不是什么大牌明星，肯定也就没有人来助阵了。既然没有人来助阵，那么你看演唱会的成本就肯定白花了，你就把演唱会的配置整得豪华点，宣传做得多点，